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新的一年到了，关注自己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该如何照顾自己的牙齿，还有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灵活的健保津贴。在今天的新闻现场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的福全健保资深健保顾问 Bill 高，来和大家聊聊这些健保的话题。恭喜恭喜，新年好！美丽的主持人您好，各位亲爱的长辈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帅气的福全健保的健康顾问 Bill， 新年好，祝各位奋发图强，身强体壮，福气满满啊。对了，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可是啊，哎呀，在过年期间呢，吃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太好意思吃的，有时候呢牙齿开始痛啦，是的，肚子可能有一点不舒服啦，头痛脑热啦，希望呢过年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病痛，可是吃了这么多还是偶尔隐隐作痛呢， Bill 怎么办？牙齿就是关键，对，好，福全健保愿意趁这个机会和各位长辈朋友分享一个好的消息，您的牙齿使用了超过60年，使用超过60年的牙齿是不是需要补牙修牙或者是牙根管治疗？福全健保知道各位长辈朋友您对于牙齿健康的需求，我们特别为您 推出独一无二的牙齿保健计划。福全健保牙齿的保健计划包含了高额的牙齿津贴，您可以看任何的牙医师，任何的牙医师我们都接受。如果说您是 Liberty Dental， 是 Liberty Dental 这个牙齿医疗网，您还可以享受2次的免费洗牙和 X 光的服务。高额的牙齿津贴如何使用，由长辈朋友由您决定，如何治疗由您和您的牙医师做决定。前一阵子啊，又一直在下雨，下雨天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天气着凉啦，喉咙不太舒服啊，也许头会有一点点痛啊，哎呀，想要买药哎。福全健保知道各位长辈朋友对于这个药品的需求，我们的福利计划包含了不需要您额外付款的处方药计划，除此之外我们还为您推出3合1灵活运用的信用卡，您可以利用这个信用卡到这个药店去购买您所喜欢的这个非处方药，当然你也可以到德成行或者一些中药店购买您喜欢的中药草药或者补品，你也可以利用我们3合1的这个福利卡去上一些您所喜欢的健身或者是养生的课程。我们福全健保知道各位长辈朋友在医疗方面也很希望能够尊重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个传承我们以往的习惯，所以我们的特别为各位长辈朋友推出了东方养生医疗无限次数的针灸，任何时间您只要您疼痛，您都可以打电话给您所喜欢的针灸医师、中医师。2023年兔年一开始呢，福全健保呢，尤其是 Bill 呢，就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有关于福全健保最好康的事情，告诉你哦。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福全健保吗？打电话给 Bill。您可以致电我们专业的服务团队，或者上我们中文的网站，或者更好的，您可以直接光临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专业的服务团队用您所熟悉的中文、粤语或者是闽南语来直接面对面的为您服务。谢谢各位观众。长辈朋友们，新春快乐，福全健保包含全方位的福利，全面性照顾您的健康。福全健保新春之际，庆祝各位长辈朋友福气满门，全家团圆，恭喜恭喜！